在11月17日举行完世纪婚礼的林志玲和阿琪拉已经准备好再次放闪了。原来他们两个合作为同门师弟三代目 J-Soul Brothers 拍摄新歌《东空》的 MV。这日 Naoki 就在他的社交平台上面急不及待地放上预告片。虽然未知整个故事是怎样，不过画面都相当唯美啊。见志玲姐姐和 Akira 在 MV 入面大玩穿越剧情，还喊晒口感添，好郁紧啊。今次的 MV 将会在11月28号台湾 SOGO 爱首播，看来这个日台 crossover 会陆续有来。